会拍。小时候就什么都不懂嘛，就是只觉得好玩。打了一两年，开始慢慢的喜欢上了网球。教练圈打，就照这圈打。明年年底就打完1000万拍。我的梦想是打入职业网坛，想成为一个历史。8岁之前，我都不知道网球是什么。我们那时候学校也不是那么好，也是那种土，就那个外面那个门是那种拿木头弄的，还有那个土那些的，终于弄的跑跑步啊，做做俯卧撑啊，仰卧起坐啊这些的，就是感觉就是网球离我们都是非常远的，这辈子就感觉就是接触不到这项运动。准备走。